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这台 TM02 的这个短键，看一下。啊，它不用进去这个飞机里面，直接可以升级啊。我要加速啊，加速才一点点。哦，它可以加入那个感应式地雷。车灯，蓝的。哦，它有涂装。哇，这雪地很好用吧？这个好了，都会战士啊，不要，我好多都会战士啊，换一个吧。都会几何迷彩，哇，上面还有点点，看一下这喷漆的颜色。不要，想用原本的颜色好了。这个武器打换掉。红色帮会的会在，哦，我没有帮会，帮会会在那个盖子上面。它的主要武器 OK， 主要武器可以换磁鬼炮，然后次要武器可以换榴弹发射器，然后涡轮调节可以跑比较快。改完了，离开设施。啊，可以发射大炮。啊，还有一个机器。吼吼吼！不要叫了，爆吧你！啊，跑很快啊！死鬼炮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OK， 我们来实测一下这台坦克车的威力。它的主炮呢可以单发，带给机器，然后它可以放地雷，然后上面这个机枪塔呢需要后座的成员来发射，然后左右两边有那个榴弹炮，也是需要副驾驶来操控的，一人操控一个 ，OK， 所以总共可以操控五款武器哦，然后total 的话可以载四个人，真的是蛮强大的一台坦克车。那改到满的护具的话，可以挨大概八颗的那个火箭筒，对啊。然后如果没有护具的话，大概七颗吧。耐炸能力在哪边？试看几颗粘弹，丢一颗，两颗，哦吼，门筋炸开了。哦呦，警察来了！哇，六颗粘弹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旁边都炸开了。八颗火箭筒 ，OK， 这次我们测试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帮我分享出去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再见。